上一期节目非常成功，什么汉白玉一架，强力胶手镯，观众都很喜欢，你就再做一期寻宝吧。欢迎大家收看寻宝大作战，我是鉴定家石姨。石姨老师，您帮咱看看这个碗值多少钱？什么时候买的？啊，这应该是俺爷爷传下来的，应该很多年了。 你爷爷传下来也应该只有5、6年吧，东西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它整个釉面非常亮，花纹也很好看。最牛的是它的底，我找别的人看，人家都说材质非常细腻，一看就是老物件。你先别在那抬直了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微波炉是用是哪个朝代的落款？什么微波炉？俺不识字啊，俺被人骗了。 你不是说是你爷爷传给你的吗？我拿15个罐头换的，我现在不想活了。古玩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小友，下一位。你好专家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兵马俑。<笑>哥们儿，这玩意要是真的，你得坐牢。 你怎么说话了呢？这是我爸给我的，我还能作乐？好好说话，别动手。我给你看证据。长安复制B5，你这都是工艺品，小玩具，你爸骗了你。这不是真的，我爸怎么可能骗我？大头别闹了，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来？爸爸怕你鲁莽，摔坏传家宝，就把假的给你了，真的在我这。 不是你们哥俩忘我呢，兵马俑都算了，怎么还整上秦始皇了？我靠！ 我要去找爸爸算账。唉，我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。